现舞蹈还是看得出来有功底的，现球的，但唱歌确实是弱了一些。嗯，因为依你目前的这个你自己擅长的舞种和你的演唱功力，如果说唱跳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勉强吧。唱跳还可以，我之前有试过一点。其实我发现就是自己可能还有很大的一种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。我平时那你还能在唱跳上面展示一点？我看一下，我先就是讲。哦哦，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离不开哦，风却来不及走。不要再想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再想你。嗯，好。